现在呢就下去看看一下，因为现在就是他们开始营业了，所以啊，现在就快点过去看看一下，他们到底卖什么好料。据我所知，就是我有收集那个资料啦，然后啊，他们这边还有一个隐藏的古早味美食，就是叫什么啊？福州，我知道是福州菜，福州菜。所以呢，现在呢，我今天呢不只要排金鸡面，然后呢，我们还要排他的福州菜，不知道是什么啦。不过等一下你们看我的影片过后，你们就知道是什么了啦。OK， 现在我们过去看看。这些你看优惠这些哦，只可以来这边打包罢了，不可以就是外卖还有预订哦。可以快过来打包哦。在不一样的时段跟不一样的时间都蛮多人来这边打包的，所以啊，你们可以就是来尝试一下它的金鸡面、金鸡米粉还有那个炒饭那些哦。想问一下啊，炒面啊有什么秘诀？什么秘诀啊？对，够火候，够火候啊！火候要够。翻炒的那个手势也是要够哦。是啊，我们这点技巧啊。面啊，他有讲，就是金鸡面有讲要炒到几久啊，才是最好吃的吧？基本上把那个面体炒香它了，把那个面体炒香好，然后我们就加味道，然后就炒上青鱼汤。就面体炒香了，我们就可以加味道了。啊，这些料可以拍哦，可以。其实金鸡面是没有什么秘诀的啦，就是要那种火候啊，然后翻炒的功夫啊。对，技巧啊。对。因为这边是也是网友 comment 讲金鸡面好吃之一。所以我今天就会来这边拍哦。
哇，也是很香哦。如果你们要买那个经济面来讲的话，他们现在是 MCO 期间，所以他们早上有卖那个经济面，然后平常的时候呢，就是没有 MCO 的时候，他们就不会卖那个经济面啦。所以呢，这个经济面呢，就是网友 comment 之一。然后，如果你们要喝那个绿豆番薯，这边有卖哦，2.5元，它的功效是清热解毒。然后这个是红枣桃胶，4元，然后美容养颜，补水润肠。然后这个是罗汉果，你们可以想象得到好的那个经济面是不是好吃，那你们自己想咯。这个是虾米东西来的，还是没有用的。这个应该是放碗碟的吧？这个到底是什么来的？这是什么来的？这个是那个消毒柜子。哦，消毒柜子。疫情的关系哦。嗯。我觉得要就是消毒会比较安全啦，因为我自己也是。如果它是这样子的，一个是那个时间45分钟哦。你还消毒了啦？看到那个碗会比较很像照镜子这样子啊，还是怎样？也不会这样子，就是它会比较，它会杀菌。杀菌。啊，它里面是烧的。哦，原来。它是烧的。哦，这样子你买多少钱哦？1800块哦，1800块左右啦，很好用下这个哦。老板娘，如果有人要买的话，可以联络一下你喽。可以啊，可以介绍卖家。哦，对，因为我就看到就是比较特别啊，就只有你这边有吧？啊，是不过啊，现在杀菌效比较好啦，不然现在大家都很怕。现在呢，就是已经没有什么人了。那个卖那个经济面、经济米粉已经没有什么人了，所以我现在在空访问就是什么 Karen， 然后这个是老二。对，因为啊、哦，我就是你们如果有看我上一部的影片来讲的话，你们就知道了，我就介绍那个经济面了。然后呢，我就是来到这边的时候，我就是有就是一收集一些资料啦，然后就是看到福州菜，所以呢，很多人有网友讲，就是这边的福州菜就是很好吃，所以我现在就来介绍这个福州菜哦。所以我们今天就加多一个主题咯，就是福州菜。那么，老板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们这个福州菜这个名字是什么？哦那个是鱼飘根、那么这个呢？这个红酒鸡。红酒鸡啊，哦，顾名思义就是红酒，红红哦。啊，对对对。那么吃了会醉吗？不会啦。那么我
想问一下啊，这些美食啊，是传承于哪里啊？承认我这个在斯德旺，斯德旺的普遍斯德旺啊，每一家都会吃这个东西的。而属于那边什么斯德旺啊？斯德旺福州人很多。这样子的话，属于那边是名菜嘛？啊，对，名菜。名菜。那么就是他们就是这两个就是名菜啊，过年过节啊，过年过节都有了，一定有了。这样子，可能我想问一下，你是几时接手你爸爸的这个生意呢？2014年。2014年啊。嗯。这样子的话，这边开了几久了啊？20年这样呢？2000年这样开。2000年啊。这样子的话，因为。我就是网友旁边，我就是讲这边的经济变好吃，然后我才过来这边。然后呢，就是也有网友讲哦，讲你的福州菜好吃，所以我现在还发觉到这边原来是卖那个福州菜，嗯，啊，是吗？对，福州菜啊。这样子的话，就是因为现在 MCO 的关系，所以你们就比较少做这些。嗯，现在我们可以这两样大菜呀，名菜呀。可以做打包，啊，这个鱼票跟本来我们一碟啊要50块，现在我们 offer 卖啊，你们来打包啊，25块就可以了。红酒鸡25块 啊，红酒鸡本来是30块，现在我们卖18块，你们来打包。哦，这样子的话就是你打、啊、来就是慕名而来的人来打包这些，就是这样子的价钱了。对。哦，老二，我想问一下啊。这样子，你学这个福州菜学了几年的时间了？我学有10多20年了咯，因为我妈妈煮啊，以前古早味啊，我妈妈煮啊，我们教学了，我妈妈煮很好吃的，两样都很会很厉害煮的，因为我们学了怎样煮啊，自己啊不安调到安咯，然后现在口味很好。这样子啊，因为我就是也是看到第一眼让我看的感觉就是很美哦，然后呢吃的时候，因为网友有 comment 就是讲好吃，所以呢我现在是讲可能就是我会来打包回去吃，然后呢就是我想问一下那个金鸡面啊，就是以后就是会有吗？就是 MCO 的时候才会有啊？对，MCO 期间才会有。然后那些菜呢，那些榨菜饭呢？啊，榨菜饭也是啊， MCO 期间才会有的。我这样子的话，就是刚才我有所看到那些料，这样子那些料的价钱是统一的吗？还是有分啊？啊，鸡蛋啊多少钱啊？都是一样的啊，是多少钱？那种炸料就1块钱哦，如果是我们手工自己制作的那个肉枣就是1.5块。哦，这样子啊。嗯。那么我有看到就是那个咖喱菜。嗯。咖喱菜的话是多少钱啊？一包的话小的是4块钱哦。哦，这样子啊。还有就是咖喱包。嗯。啊，咖喱包多少钱？5毛一个。5毛一个。嗯。那么那些还有就是那些啊，绿豆水啊，还有那个就是桃胶啊，那罗汉果那些 啊，是每一天都会有的吗？啊，每一天都会有。每一天都会有啊。这样子的话，就是如果要打包这些水，这些要找来了，没有找来就会没有了咯。卖完就没有了。卖完就没有了。这样子的话，就是现在的营业时间就是8点到晚上8点。这样子的话，中间我们会休息啦。中间会休息啦。啊、早上的时候就卖金鸡面啦。对。然后下午的时候就卖饭菜。饭菜。对，福州菜。啊，对。啊，就是为了今天要拍摄，所以才去炒了，是吧？对。这个福州话就讲，嗯，锅炉啊。我如福州话讲，我如啊，这是红酒鸡啊，就福州话啊，就我如，即系我如全学啲系咪？酸辣酸辣啊，知我顶啊，红酒鸡啊，弄下福州呢嘅啊，有啲意料嘅，全学啲啊。这是什么呀？我如，这是什么？鱼票跟我们福州话叫我如，这个呢？这个红酒啊，红酒鸡啊。哦，这个我就有点，这个我就听到红酒鸡，这个我就啊，锅炉，有英语还有在，大份我做就是做小份的卖了，大份是小份啊，就是小份的了，是小份啊，对，哦，啊，这个鱼票哈，你看一下，因为我们这个鱼票你是在居銮是买不到这样子的鱼票，我们还是从斯德旺特地就是运过来的，所以我们的鱼票不一
样，真的是跟这里你外面买的是不一样的。霞湾的这个鱼票是真的真的很好吃，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尝试真正的那个鱼票的话呢，欢迎你们来，现在有促销啊，就赶快开会的。OK， 好的好的好的，快点来哦，如果要吃鱼票的朋友可以过来这边哦。在结束了过后啊，会在那边放电话号码，还有放地址哦。然后呢，还有放就是，啊、这边有主页嘛？这边有就是有 page 啊，有 page 的 page 有啊、哦，这样子我会放哦。然后如果你们要就是你们要订什么，你们都可以打一个电话来啊。嗯。然后就是刚才我有看到一个疑问，就是那个是什么了？消毒机啊，我不懂是什么来的、啊。那个如果你们要买来讲的话，你们也可以就是联络一下美女啊。嗯。那么我的影片呢、啊，就到此结束，拜拜。拜。到此结束，耶！我就在那了。哦，哥、啊。